早安。但你是在上班还是在家休息，小鱼？大家早安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到哪里呀、啊？这里。没位置了。啊，我们三只，四只。走走，缓解成就，但是成就很鸡掰耶，像这个现在在玩这个，嗯，你今天放假，但要出门办事，好，那我等一下开门，开日嘛，最近好闲，你很闲吗？还我很闲，好好说话。是蛮闲的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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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应该三点左右到家，应该开到五点。我昨天解了个成就，我解了快八个小时解不到，要气死了，难解死了，后面又差一点点解到，反正要宝可梦吗？如果今天不行的话，我等你有时间。我宝可梦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有点害怕。不是我有没有空的问题，是我出不去那个空间的问题。好吗？最近没有。最近也没有空再玩了。刚刚早，多余的没有，现在是卡在裂空柱那边，出不去，还没刷到啊。应该就算了吧。不然一直卡在那边，真的也不办法、啊。现在还在裂空座，最近没看直播，没看可以看记录档啊。我现在成就是要打这个金色的球，那就是把它。有没有这颗。一个金色的球，我要打他就对了。然后因为刚好这只角色有可以晕眩的，然后要用这只角色的特性，来打这颗金色的球啊。多放一点。你印象中金球任务好像有点烦，还行啊。它有两个金球任务啊，一个是击破100个，那另外一个金球任务是，魔法限制的那个地图里面击破50个，
我想说这两个一起接嘛，反正就用忍者猴在玩啊，没事的啊，小事小事。然后我昨天玩了之后，我觉得哦，魔法猴不啦，忍者猴真的很强哎、欸。阿伟早，阿伯阿伟的阿伯早，你猜阿伯？嗯，早安。我昨天去找你那个留言要删掉的时候，发现你换头像了。早啊早啊，那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嗯，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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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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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子，然后，忍者超百搭、啊，玩忍者骑啊，对啊，又不像，但我之前是骑手那个啊，都喜欢法师猴骑手，可是碰到魔法免疫的就很痛苦啊。法师猴就是火强，再加那个看迷彩的，就只有那个什么。只有一个啥，忘记了。刺客就只有那个抗魔法的打不了，需要那个物理攻击的才行，玩起来很强。其实法师猴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、欸，德鲁伊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把我按到？我也是这次回锅玩的时候才很认真研究技能。等，你在等日麻时间，等一下吧，我先玩一下的。安安，早安早安，下午好啊。哦，最近要调作息，我昨天3点就睡，然后早上8点就起来了，所以我只睡5小时，现在还是有点累。那个超人能干嘛？这个啊、哦，这个超强的啊，这个。这个是这个游戏里面很迫害，应该说是算最强的角色。不过他有怎么讲？他有个特殊的盖法，可以盖出一只更强的东西。可是我没有去弄那个东西。已经下午了，1点15分下午啊。嘎嘎，要不要买啊？这游戏应该现在有特价吧？可以玩一下，时间过很快哦。看一下哦，换头像变化心情，
你就心情不好，还有昨天还是安慰你那么久。等一下哦，现在这游戏55块钱哦。游戏叫这个，快啦，真的很好玩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不会骗你啦。心明安安，啊，暗影什么暗影？感谢推荐，你刚买好，干你没有买哦，干他被我以为你会玩这款呢，这款兔哦，前阵子都在玩呢、啊，还记得那时候跟我玩连线不了。啊，没办法，吃饭了吗？早餐吃了一个很干的馒头，有点饱。现在特价，要买赶快玩哦，70%哦，好玩的哟。对啊，而且有中文哦，好游戏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他跑哪去了？这里。好了，最后，刚装好，现在已经玩到4.8个小时了。请问北西有靠要干？你说啥？请问有什么推荐的玩法吗？啊，你就看你喜欢哪一个啊。好了，哦，我现在就要解这个成就。在哪里？看这个是击破100个气球嘛？那还有一个是在哪里？咦，这个，那这个是在拥有魔法猴子的模式中击败50个，那是刚刚在解这个成就。开台就要上课了。加油加油加油。这个我过不了啊，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一次这个怎么过吗？这一次是在这个宁静街道，我每次到这边的时候，然后就突然一波灭掉了，我怎么办？哦，麻烦。好啦，换日嘛，真的啊，这款真的很好玩。重点它可以连线，虽然连线有点卡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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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个一星期就开学，什么？你现在才要开学？哈？我编辑下标题哦。麻将，来たか。では本日の稽古を始めよう。我送礼物好不好啊？4000。算了，我们相信小鱼。
跑什么东西？你一月十号开学，所以你现在休假 after 休息了。啊啊！你木木，你现在有事有事就传讯息给我。我跟两个爱该该的人啊！我昨天发邮件给他说，靠腰怎么那么快？不是吧？怎么那么快？那你们在一起不到三个礼拜耶、欸？不要浪费礼物。你看，你那时候还跟我说礼物随便送就好，是你。那时候跟我讲说礼物随便送的是你，回想强啊，啊他就消失两个多礼拜了啊，然后套以前的套路就是说他得了失忆症啊，或是住院啊什么之类的啊，蛮常遇到这一种的、欸。啊。好啦，反正，你有事情再跟我说。你的Steam打不开，好痛苦。还好吗？笑死，怎么了？没事啊，赶快出去结束啊，不是很棒吗？这就证明了他们很不想跟我玩。被一发还好吧，蛮常发生的、啊。你在玩什么游戏？打王啊？手游吗？手游就算了。我只是最近又不知道玩什么了，有点发闷。风之谷哦，你该不会在用雪吉拉吧？有听杰克说，在那个什么，有跟之前皮卡丘一样的活动任务。你雪吉拉皮卡丘练完了，那块杰克也是啊，啊没了，没了。原神欢迎你，不要。原神其实来讲还蛮好看的风格啦。Hello，Hello hello。感谢要多喝水了。
挖石头是什么意思？买快买 Java 版还是基本版？看你啊！看你喜欢哪个版啊？你现在有点懵，来，我打开信箱，来，你跟我说，懵啥？圈带腰打飞了，你不要再讲一些奇怪的东西好不好？我突然忘记繁星的邮箱，给我想一下。靠，你是把我的信给删掉了是不是？还是过程中不能让家人发现？花剑说，不能让家人知道教主的信箱。没有啊，我把九安打掉啦，就没有全带腰啦。我跟你讲哦。你在聊天室打一字，怎么讲？怎么说？谁带质疑或是讲一些有的没的话，我就也不能怎样，要么关台，要么怎样的。我知道啦。ドラドラ満願ピーチドラさんドラ给个开头 A B C 够给了吗？我在说啊，算了，不想讲了，不然等一下关游戏好了，不玩了，又被讲了，又不想玩了。就在处理事情啊！算了，我不要玩，我回去开气球挂网哈，我继续处理我的事情哦。没有在处理事情，就觉得很烦啊。看不懂不会打麻将，没事，反正。怎么说？哎，其实聊天室有很多，要怎么说？认识的干爹啊，观众啊，这样子比较熟的。那有时候可能打一些字，其实已经让我很不开心了。就知道，就干你啊，就不是齁，在弄东西，不然怎么会打那么快？想都不想。啊，有时候真的是非得到我气到关台或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才问我说你没事吧之类的。
我发给你了。为什么你会忘记我是谁啊？不就昨天讲一大堆，还是你所有信都是用啊？怎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回我什么东西？收件夹，你怎么不用回复的就好啊？好搞夹，删除这份草稿是，又消灭证据记忆，你是把你脑袋给丢了、喔？哎、欸，回你了。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你便当两条橡皮筋，然后打开剩一条橡皮筋。爆你的！你服了我这回答？不是啊，不然我怎么回你？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，来来来来来，跟我说，跟我说，跟我说，你回我，你回我，你回我。我看一下哦，没有啊，你就认真回我嘛，我就看怎样，我再跟你讲啊。哦、oh, 我的天哦、oh. 该语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啊，你妈催我睡觉了，好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。国屁呀、啊，来看一下、喔，我居然没有打掉这个，不是国啦，靠腰。你看，三四五，没啦。怎么玩？怎么玩？如果啦，怎么绿？
砰！我回你了，想法哦，等我关台好不好？我现在如果不专心的话，又会被嘴。机器人数越来越多，什么机器人？哈哈哈哈，报应啊！耶、yeah, ，真不灵！哦，感谢啊！没想到最后是跑出国士无双，谢谢新明为我们带来了精华的画面，谢谢。32分钟啊，我会记得的，等一下哦，记一下时间点。我先把我前面被你有没有一发，然后再把这个捡回来哦，完美。32。看到阿伯来，阿伯送你，阿伯有开心吗？哎、欸，红线哎、欸，不是红线，红灯哎、欸，那个好像不是很稳哦、喔。右下角红灯了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。大家开心就好，蛮开心的、啊，没事啦，来，等一下到我怀里哭，你乖。欸、你获得了上精华的机票、欸、你是机票啊门票、欸、等一下我耳鸣了，我现在耳鸣了，等一下。一昨天确认打不开，我打得开、欸，金角色太香了，大量涌入。
哎、欸，你太早走了啦，会被他国道啦啦，再缓一缓啦，讲一下呢。没了，睡啦。该醒喽，披风没喽。没事啊，你不是前天糊到一个四杠子吗？觉得你好扯哦，好扯哦。来阿杯，哦不，小杯杯，又是你耶。等一下，你满出来了哦！你怎么会打一条？哦，それポン。啊？你怎么了？你放弃你的梦想了吗？区区的三张宝牌而已。没有，区区打错而已。哭啊！我刚刚想说顺便把早餐的吃下去，然后酱料包，没想到倒下去就是辣油。你吃什么、啊？你吃八方云集吗？哦哦，
抱歉了，小贝贝。这是观众餐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有什么特别的？没有啊。可以的话啦，不要看台。不要坐小牌，小牌还好啊。啊，早点走，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你怎么又打一条？你干嘛？你听牌了哦。你好恐怖哦。你想做其他的梦哦？那希望你梦赶快醒来哦。腿好痒哦，感觉是湿疹哎。会不会辣死？不过有些辣包不是只是调味而已。喝牛奶，买冰吃啊，买雪糕啊。这么冷还吃冰？你现在怎样？你刚被击飞，是不是现在火气很大？嗨，夏西。不要留我跟他，他在做梦欸。你做什么梦？你上暗课而已哦。妈。你醒了没？哦哦哦！没有啊，你就是那种，要嗑过头。然后朋友怎么叫你都醒不来的那种人啊。神社の鎮
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然后不知道是我吃辣习惯还是真的，不是。你看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前面又说你会不会辣死加辣包，又说你习惯吃辣，你是傲娇，不欠骂。啊，刚刚我不是一开始就说那个辣包，辣包根本就不会辣、啊。我也是不爱，我也是怕吃辣的人啊。啊，可是吃那种辣包都觉得还好啊。那种嘛是调味的而已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国士十三面待ち。谢谢。ダブル役満。阿贝醒来了，阿贝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欸、不是啊，真的还好，你跑了，你跑了才摸得到，你不跑我摸不到啊。你来不走啊？会打麻将？哎、欸，那个打过的换人哦，今天。欸，感谢感谢，原来是要十三面啊，我要想说还有十五张啊，啊上次就是可以，没有，上次就是可以自摸，我想说自摸，那打出去好了。欸，我有点累了、欸、怎么办？没有，还不是因为阿杯在。阿杯不在的话，我不会想玩啊。谢谢阿杯，让我有羞辱你的感觉。谢谢，让我有这个机会羞辱了你。对了。最后让梦幻学龙爪三下了解烈咬二三了啊，是啊、喔，龙爪三下，梦幻撑得住烈咬路杀哦、喔，那你的梦幻很猛哎、欸，你的梦幻很猛哎、欸。
我看一下哦。那我继续处理事情哈。怎么那么大？米娅安安啊，没有，米娅，米娅，请往前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点。哦，两个粒子棒加庄家是不是？哦哦哦，米娅快点往前拉，往前拉大概四分钟三分钟，好看的东西，真的啦，往前拉个四分钟三分钟，哦，我看一下哦，对，拉个大概四分钟。哪一段？又四分钟前啊，这么标志干！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你等下开不开？你怎么可以说米娅婊子？哎、欸，米娅，弄说你婊子，嫁给他、欸。嗯，早安两位，两位可爱的台 V 安安。嗯，十三面是沙小，不是我之前就有机会十三面，我自己把十三面打掉很难过。今天十三面回来了，我很开心。啊。那个Steam加好友之后也可以聊天呢、欸，对啊，可是如果你要用Steam跟我聊天的话，我需要把那个语音关掉，就是跳通知的声音那种，啾啾，我要关掉它，不然那个很吵啊！你我不可以边讲边聊啊！我们在我们的群，你要不要进来伺服器看看这诡异的地形？什么地形？现在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今天在家哦、喔。你们在你们的群，我看一下。嗯，然后，哦，你们好多人哦、喔。我过去看吗？不要把我在开台，你们那边不是在聊吗？没关系啊，你们先聊。
没在聊，在打 MC， 不是我在开台，嘿，懂吗？今天是因为我在开台，我才没有想要听全联。突然一个很大的爆炎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不懂你不爱我了吗？不是啊，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啊，这个是，不讲啦，我现在是在开台，啊，没办法，没有啊，如果你早一个小时出现的话，我就不会开台啦。不是说出现啊，刚起床，哦，好爽哦！不再睡一下吗？这天气真的很好睡呢。在耍白痴，好，马吉拜拜，心安安，安安安安。不是我稍早那时候前刚开台是在玩猴子射气球嘛？那玩一玩玩到就是哦，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应该没人了，然后才会打日嘛。还好有打日嘛，我做到了13面了。你给我骂我脏话，真假？真的啊，想看吗？请把时间往前拉。哎，看，阿北怎么了？对啊，怎么突然叫阿北？他怎么了？
真的十三面呢、欸？啊，就真的没，有什么好假的？还不是那场因为有你，对不对？让我激起了啊！有时候梦该醒了，而且我那两局都可以那个哎、欸，其实都可以九中九牌重来的哎、欸。哎呦，有机会哦，没机会哦。你不晓得你在说什么、哦、我们在说什么，我想再怎么样你今天还是不行大好吗？你就算是失忆了好吗，或是你第二个人格冲出来打，你今天就是不准再打了、你今天可以打但不能跟我打了，我看不下去。现在才能够打招呼，很多久了？谁跟你打招呼？他刚出现呐、啊，白痴哦、喔！人家刚出现，哇！所以你要想、欸，哎，人家刚刚不在，刚刚才出现，跟你打招呼。小雪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啊，你那时候超能力大赛怎样了？超能力大赛第几名？结果亚军，哇，好强哦你！不愧是小雪。
らば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很久了好吗？你们现在比什么啊？有出现很久跟我打招呼啊？不是啊，那是另外一个。哦，对对，刚刚跟你打招呼的是另外一位，然后是人家不在了，不是不在了，人家去忙了，去好像去哪里？等一下，刚才出了点问题，我的聊天室有人在打到音。你知道有两个，那你知道现在这个是刚刚才出现的吗？而且你刚刚都没有打字啊，你在诺音来之后，到刚刚我看一下有什么，啦是吗？欸，最最，我老实讲一件事情哦，你可能会去忙，或是不在，或什么的。嘿，你要有个想法是，那个人可能刚不在，或是那个人可能刚来。我现在对聊天室的做法都是，每个来问什么游戏之类的，或是问在干嘛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我现在每个都是当作刚进来，然后刚刚不在那个的。你不能因为觉得说我开台很久了，然后每个人都跟从头到尾跟到最后。好吗？你不要这个想法好吗？啊，人家跟你打招呼就打招呼回去而已啊。就像你有时候也是跟我讲说，刚刚不在啊，刚刚去还在上班啊，什么这些画面不在这边。Hello。那我出来存个档，这个是扇面，啊，怎么被删掉了？这个不纠结没关系，反正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啊，啊，就对这一直在讲啊。为什么没有歌？无名刀的啊，我看一下哦，一二，我们才两个，你还在做梦哦？你还在做梦哦？看一下哦，黄中发财，哇，你也在做梦哦！一九一，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什么？我有唤醒你的记忆了吗？阿贝，有没有跟你梦里面一模一样？好啦，再开喽，没事。
在做梦，我就是狗。我本来是讲啊，算了，这局都不要国师无双好了，就后面两局都九中九牌。嗯，好啦，再玩一下好了。还好无名赶快跑出去了，最后才摸得到。这三人麻，三个人摸的会比较开心。跟大老二。不是啊，你要不要梦想就只是看你前面要不要吃碰而已，不是吗？你前面吃碰那些很开心，你要做什么梦啊？所以我现在很怎样，看到吃碰真的很少在碰了。捷云在吗？靠！怎么有喵？他在卖萌啊！他在卖萌啊！那不要了。在隔壁修罗哦，好，没有啦，没事啦，我只想跟你说，我早上有看到你在退取哦。一二三，哦不，阿公说过的啊，我看一下他名字哦，那个台七个字对不对？你有出现在那个七个字的台啊？你去那边开了一下火车，啊，怎么没有送到我？
ドラドラドラ。マンガン。哎，不是，不是耶。怎么玩？碰碰碰，结束了。不要。为什么都有这种开局啊？哎，你要想一下，哎，你在的时候我也都丢给你啊。你想一下呢，你在的时候我不是都全部丢19给你吗？对不对？你开局都2-3，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啦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あれれ、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。失去。对，应该打这张的哎。现在留下来的，抱歉，抱歉。啊，其实四安克也是没机会吧。Hello。等我一下，闹钟响。你这阵子开局最多6张而已。那你从头到尾在那边说你梦想来了。虚张声势，那对我效果好像没有很强哎。你的虚张声势效果不怎么样。啊。梦想来超酱油口水吗？没有吧，我这局想打快一点。
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。あれれ？あれれ？刚被老师叫去问东西，有没有错过什么？应该是没有啦，应该是没有错过试案课啦。嘿，对啊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哦。今天不是英文课，是数学课。先挂台，大家乖，好，我明白，拜。我明白，拜。希望能蹭到位，希望咯。我觉得今天就是怎么讲啊？来，我今天睡比较少啦，昨天晚上也没有开很，开到十二点，就是因为在调作息，状况没有到很好，所以飞啊。哇，每一局都有国士无双吗？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都不属于你，嗨凡凡，嗨马吉，还一个，嗨嘉轩。哇，阿贝，每一局都有国士无双哎，阿贝。阿贝，你看是国士无双，来几个月没看到直播，很怀念。妖兽，发生什么事？我怎么没有了？你被当作梦想的种子撒出去了。等我下次有空也来找繁星玩，其实可以私下玩啊，因为我有时候会在兔窝里面玩啊，有时候啦，真的是有时候，不要太期待，但真的有时候会在里面玩。那小雪那时候不是很少就抽，几抽就抽到了新角色，哇，好棒哦、喔！你在准备直播的，好，你几点开台？还是我你开台后我关台，我把人带过去？哦，那因为看到好像第四章吧，然后没有看到幺九，就好啦，这一局赶快走好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改天叫来垫底杯了，垫脚杯。也好啦，雀文是Steam游戏吗？对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学啊？觉得你可以学一下、欸，哎，
三点开健身环啊，健身环呢、欸？干一排发而已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啊啊！没蹭到，那就场外三人东。四五六三七有没有打过的？想再打的去四五六三七哦。场外修罗九三多少？八二一，八热一，九三八二一。七五六三七九三八二一，日版的是不是不能进台了？可以啊，木木，你的学习能力很好吗？不用骗我，你老实说就好了。就是，怎么说？你的。因为你载好之后，这边齿轮这里有个异种，这些要稍微不是稍微，这个要背下来，不要看那么多啦，它只是范例而已。这个这些都只是，比如说刚刚嘛，你就把，就你每天烤窑，好，谢谢，我可以教人了。但是你每天。你就是每天，你就从第一番嘛，今天就记这一边，然后明天记的这一边，然后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其实就是最比较要记的是前面三个嘛。你前面三个记好，后面都很短啊，后面都是少少的，后面都是那种会大牌的，会把人家杀掉的那种东西。所以你其实前面这几个记下来就好了。如果不能通话很难教吧？对，所以，哎，死定可以通话哎、欸！我晚点教你，我晚点教你死定好了，对吧、啊？你看，像刚刚的国士无双嘛，就是溢满在这里，就这个啊。这些你看不懂对不对？你就看哦，任何只要是字的牌，跟一跟九都要留下来。这个后面你稍微看，这比较，这边有新手入门，欸、然后这边有慢慢教的，你真的可以看一下啦。网页版也可以玩吗？可以，也可以玩啊。网页、手机跟电脑都可以连。然后新手的话，就是我们都建议啊，就是先，就是把一跟九都打掉，一九跟任何字牌打掉，就是国士无双的牌都打掉，就比较好合牌了。那繁星大大可以教我吗？来，你来床上。哎，对，夏西还在吗？我这几天好冷哦，不过今天回温了。刘局满贯我的梦想，我上次也差一个，我好难过哦。那个我丢了多少？三万是不是？日麻我是推粒子优先啊，但排效也是要懂。不是啊，要跟他讲怎样才是叫粒子啊。你也是要有办法才能丢出粒子棒的。我那时候光搞懂粒子棒怎么丢，我就搞了很多。那国士加倍中啊，国士可多啦。哎、欸，每次有人装粒子，我都会放炮哎、欸。这个刘局满贯过，看完发现不断腰有博士，
哎、欸，不能打双等于哦，你要被 ban 了哦。文阳安安，我们最血腥的扳手在，双等于是召唤他的咒语。你怎么就敢打了出来？那是我的。你这一台唯一能双等于的机会就是你丢出了四条粒子，这是你唯一可以在这一台双等于的机会。嗯，要跟小鱼打的时候这样做会不会被击飞啊？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蛮长，就是第14条。你好，我还是叫不出你的名字。我也是很烦呢、欸。你知道每次要，谢谢，每次要叫他名字，我真的是，温阳你好。你很不信邪呢、欸，好吃。感谢麻吉，你新角结婚了吗？已经可以结婚了，只是还在等。可以结婚了，但还在等。等啥？等分数啊！都不要浪费，浪费那个，浪费礼物。我知道你结婚了，我看到了。真的要结的话，我前天就可以结了啊。礼物很贵，你早结晚结没差，就分数再打一下就有了。你哪里看到的？刚刚看到的啊 ，DC 不是吗？你贴的啊？对啊，就是素材比较缺啊。那再是礼物嘛，礼物是靠抽或是福袋开出来的啊。啊，就是分数差一点点的话、啊。啊，如果你吃那个礼物吃到，如果分数会这样子浪费掉啊，才会想说用打排位的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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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出去打。你也太快啊！你的 DC 我就是一直开着啊。继续回去怀旧了，怀旧什么？风之谷，你也在风之谷吗？不是啊，可是紫色的礼物买不到啊。抽奖抽不到，别羡慕我了，我也抽不到，我也抽不到，好吗？我的新角还是代抽的、欸，能吗？可以买到紫色的哦、喔，
怎么买？紫色的能买，真的假的？在哪买？那为什么买不到？我是说铜币呢。哎，所以小雪几点开台？哦，三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人家，我是老人。加一秒呗，么么哒。什么叫霍霍啊？感谢叫不出来的三年订阅的会员，哈哈，叫不出来。哎呦，欸，这叫这名字感觉很陌生耶，对不对，小鱼？记得只能拿十字架换，我也记得是拿什么许愿石那些东西换才行啊。铜币买回来拆掉去换，哦哦哦，这意思哦？你是这意思吗？等一下，请问那个双马尾走霉运的是？哎，不对啊，双马尾控吉祥物，我记得它不是应该很那个吗？很多钱，还是另外一个？我好像跟他不熟一样，不是不熟，真的叫不出，真的叫起来很奇怪。雀魂感觉很复杂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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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雀魂，是你要讲日马感觉很复杂。你搬屋了，什么意思？日马这东西，你就想它就是一个新的桌游，哎啊，每个桌游都有它的规矩。那为什么日马会有一些国际比赛或是一些活动，还可以玩那么久？都是因为它有它好玩的地方啊！你看哦、喔，我们兔窝 DC 里面，我那时候也讲了，比较活跃的频道就是日麻的频道啊，每天都有人在那边打。然后你就说了嘛，你就这些规则看一看，看是看啊，但是你真的要实际下来打。然后你就会开始比较懂了。哎，大凡，你用打字的话打得出来，那你用叫的话，你叫得出来吗？你只知道碰，对。如果你全程碰的话，可以，没错，没关系。龙，哎呦，那么凶。太凶了吧，九一！感谢结束喽！好，感谢九一，感谢双马尾控吉祥物，感谢利恩啊，感谢感谢，我踢掉喽！哎、欸，他怎么跑掉了？我开个日麻教室吧，不要，我会气死，我会把我自己气死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大家特别凶，今天好像都是飞到死掉的吼。哎、欸、小，啊。哇。我那天不是洗娃娃吗？我把娃娃洗到好香哦，好开心哦！你刚刚好像只撑了两局，够了啦。日麻很难领会。哎、欸，日麻可以的话，真的是需要一个人教哦。
还是那个谁木木，你有办法用通话吗？因为 Steam 可以，你不是说 Steam 可以加好友啊？ Steam 有个语音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好像知道。干嘛？中立子哦？偷偷看台假日吗？没想到东西就飞了。哦，在偷偷看啊，在偷看不讲话啊。碰。等等。等你啊，怎么了？你也偷看？没事，我偷偷开台。你有点懵。你是蒙哪里？你是蒙在哪里？听不懂。教了西敏之后，发誓只教聪明的。没事啦，啊不就靠运气打牌，跟我一样啊。你怎么知道麻薯不找我了？是没爱了？哇，你的房名也太好了吧！48484。好啊，你们进去教，你进去教他。好啊，进去教啊，去教啊，进去教啊。有本事就去教他玩啊。先离开好，桃子拜拜。繁星大大，我很怕被你气死。不会啊，你真的没看过我气死过的画面。但只有我们好像开始不了，加电脑进去啊。加人机呀、啊，我是说人机哦，不是人妻哦。怎么牌把你砍死太快了？三倍满的，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。一堆字，然后三张九，我只看到这边而已，我就只知道这么多而已了。一个，啊，没中，没料。嗯嗯嗯嗯嗯嗯。今晚是玩
麦块狼人杀。那这样子我等一下关台休息一下。文老头啊，九万吗？你们要去他们的房间啊，84884啊，有新手嘿，聊天室那个木木啊。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。啊！我怎么没有按下去？你丢在 DC 了，看一下。我念出来喽。一排白啊，长风东，然后门风东，对对胡，三暗客，魂老头，魂一色。利恩，你看那个啊 ，DC 啊，日麻 DC。别踹，踹是什么意思？吃歪踹，别虐我。等一下，怎么彤彤在玩魔物猎人？龙的，哇，输了！今天总在死人。ドラさん、ドラ。マンガン。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又死人了啊！最后一场哦，感谢木林啊，感谢信啊。你来啦！喊我没反应，代表在挂台上班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最后一局。一二。哇！今天有一堆死人吗？没有一堆啦，每一回合都会死一个人啊，就跟柯南一样啊。我标题啦，今天是柯南场啊，每都会死一个人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七，
不是，我要快点跑，我突然有点想尿尿。哎呦，怎么样，念出来喽？大声念出你的招式名称。神に好かれておらぬ灰なぞ、いくら来ても同じなのじゃ。なのじゃ。你们隔壁发生什么事情？什么毫不新手？你乱打不是啊，就是啊、没事啊，毕竟新手，没办法。哇，四张四万哎、欸！什么？我要的牌都没有。你要问马鼠他做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不在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哇哦！你听南风？
リーチ。哇靠！那待会关台咯，不用再抢了啊，听到咯。哦，好累哦。不要啦！不要啦！不要啦！进不来欸。没了。我觉得我会是死者哎、欸，我会不会是死掉的那个嘞？怎么了？玩得不顺利吗？你很懵，
没有，首先真的是先去看看一下规则，不是能吃就吃，能碰就碰，就是它有一个组合在，你要达成那个组合，你才可以胡牌。哎呦呀！有吗？木木，就我们刚刚讲的啊，就是断幺九这东西，你就是手上不能留一跟九，还有各种的字牌，你只要都打出去的话，你就可以合牌了。你的牌很大吗？九连宝灯，假赛啦！三张一都在外面的，叫我九连宝灯。七，很会做梦呢。没有阿亮，阿亮，阿亮，最后一场了，阿亮不用上来了，阿亮不用上来了，最后一场了。摩卡安安 ，hello hello。看到阿亮开游戏了，阿亮不要，最后一场了，哇哦！你竟然打出了这一张，我看一下哦，二条没了。哦，可惜，这个也没了，哇，好可惜哦。啊，看来死的不是我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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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道这一局不会有死人吗？哦，你是讲解美日哦，哦，好好好，跟我讲一下啦，怕你要抢进来。南一局啊！我是没有想到会跑到南一局啦。
所以真的会男一哦，会啊。语助词当然不能打。欸，文阳，摩卡说他没有收到 DC， 不是 DC 啊，白痴哦，摩卡 ，DC 的，你有在赖群吗？有在赖群的话，那个 DC 的连结在赖群里面呢、啊。我突然想到说，你说没有收到 DC 群，因为摩卡说他没有收到，没有收到 DC 群的邀请。哎、欸，我手起疹子了，好痒哦！你都没有在修罗男一过，哇，那你都没有在看我的台哦。对啊，那个 DC 群是在 LINE 上面，我怕唔丢啊！那再来木木，有的东西哦，好难教哦，我好想要一个一个教哦。怎么变混一色啦？哎呦，快跑快跑！木木，有几张牌可以让你胡牌？就是红中八彩白板三张的话，你就可以随便玩了。那再来是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写东南西北？男二局，不要拖我下班时间，可恶！哎，夏西刚刚在聊你啊，夏西，我的床很冷，过来，我想尿尿，我想尿尿。我好刚刚没有啦，那个 Mocha 他说他没有收到 DC 群，我突然想了一下 ，DC 群不就在 LINE 群里面吗？怎么会收不到什么 DC 群？然后再问他说，你有没有在 DC 群看一下？都没有哦，他连 LINE 群都没有加到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还是你现在没空？没关系，晚点再弄。干，我的膀胱快爆了。你真的都乱玩？不是啦，你先不要提乱玩这件事情。你有没有想好好学？你不要是为了玩而玩，你是真的想要学再来玩。我 DC 跟 LINE 不是你啦，哎呦，你要我的 LINE 也可以啊。我是说，我要讲什么？靠腰。你先但不是哦，我刚刚就想要冲厕所，没想到跑那么快哦。有了，至少男二了。你说群主吗？不是你，刚刚不是提你，刚刚提到你是说我的床很冷，哎、欸，是提这件事情。哎、欸，木木，不要再打啦！
看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了。决斗吧。リーチ。你想学？不是，你刚刚打什么靠背自摸、欸？哎，这已经跟学不学无关了啊。你要学可以啊，可是你刚打的是脏话哎、欸。啊，好啦好啦，都加班了两回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排骨包场，不是我的，差点单起，还有什么？啊、哦！我靠，哈记在哦，哇，伸个懒腰。感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晚点见，晚点见啊！你偷看多久了？看一下哦、喔，现在谁开台？刚谁？小雪吗？Hi everyone， 那把你带到小学那边，1小时20分，哇！那我刚刚爆眼不是很恐怖？走喽走喽。